大家，今天是我寒假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要把握着有太阳，然后还有假期的时候，赶快出门走一走，玩一玩。虽然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因为就疫情嘛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什么 ？Donut。对，就是昨天在Instagram 上面看到，西雅图附近，就是西雅图市区有一间新开的那种像 Mr. Donut 的甜甜圈店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来试试看。是有人说好像比另外一间日本的 Donut 店还好吃，叫做Mochi Donut， 另外一个在乌阿基玛雅那边的那个日本超市里面的那一间啊，叫 Doji。对 ，Doji， 对 ，Mochi Nut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，我们现在要去的是Mochi Nut。然后我们之前另外一间是叫做 Doji。然后我觉得，然后有人说这一间新开的比 Doji 好吃，好像绕口令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买。走。我拿到了，我们订了六个。刚刚在里面就是有一个物业的人说不可以拍，所以我就没有拍他们店的样子，可是我拍他们招牌。哇，这是什么 butter 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吃 plain 一点的好了。欸，它最 plain 其实很好吃。哇，那就知道其他也好吃了。哦，我们没有买到他们的热狗，那是有韩国热狗。嗯，下次再买。香越来越棒了。真的，好，这一棒给你。谢谢。我就喜欢这种沙，因为可以吃，就是从一球一球这样子，很方便。我每次在台湾吃那个 Mr. Donut， 我都会这样子把它剥下来，一颗一颗的吃。那有多棒！你觉得好吃吗？你觉得比都几好吃吗？有。刚刚跑回家，拿我平常用的 primer， 然后这是我刚刚买的 primer， 因为我觉得长得不太一样，所以就想要回家确认一下。嗨，大家，我回来了。所以呢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就是包装不一样了，然后还加上一些字，对，所以没问题。买豆浆，最近就是很爱喝豆浆，所以喝很快。刚刚在学开车，现在来公园。今天天气超好。去年冬天，我们来这个公园。然后 Bougie 就听到，就是湖里面有一群鸭子，然后呢，他就冲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冲进去了，就是为了要抓鸭子。然后他就全身都湿掉，超夸张。现在他可能又想要冲进去了，你看，就是没有看到鸭子啊，这次。我们到家了，然后刚刚差一点，其实我已经忘记我今天有东西要来。然后是送货员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才知道，然后还好我已经快到家了，所以就叫他等我一分钟。然后呢，今天又是 WE 的开箱，因为办 WE 的会员就是他有一个月的免费，就是免费会员，所以我就趁我还有就是免费一个月会员的时候多订一点东西，然后我订了这一些。所以米我是一定会订的，因为他们米真的卖的比就是超市还便宜，就大概便宜个
3块到5块吧，因为我看到超市都卖17、19块，然后他们网络上才卖14块。然后我这次买了2包的这个关东煮的汤，还有买了这个韭菜盒子，然后买了这个青椒，还有4颗的台湾芭辣，之前有买过一次，然后觉得真的很好吃，所以又再买一次。然后还有买了这个黑糖桂圆馒头，跟这种黑猪肉吗？算黑猪肉的那个猪脚肉，然后还有青江菜，还有这叫什么？哦，金针菇。然后还有买宜兰的葱香煎饼，跟台湾的高丽菜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宜兰葱香煎饼跟韭菜盒子我都还没有吃过，所以这次就是买来吃吃看。很大家都出去不？